站了出来，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危难关头拖得出来，每一百年都能够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立。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6月28日驳回了两起针对 Facebook 的反垄断诉讼，他们分别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48个州总检察长联合提起，这是美国政府机构遏制科技巨头权力努力遭遇的重大挫折。该案原本可能会迫使 Facebook 剥离此前收购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。 法院周一裁定 FTC 未能证明其本案核心论点，即 Facebook 在美国个人社交网络市场占据垄断地位。FTC 没有提供足够详细的数据来证明 Facebook 在定义松散的个人社交网络服务市场具有垄断性影响力。FTC 发言人表示， FTC 正在密切审查这项裁决，并评估未来的最佳选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·博斯伯格也不完全同意 Facebook 的观点，即 FTC 无权解释 Facebook 对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收购。相反，法院裁定 FTC 仍然可以寻求剥离这些收购，但前提是他能在其关于 Facebook 垄断力量的法律论证中取得成功。裁决公布后， Facebook 股价周一上涨超过 4%，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。